吃饭。奶奶喂你啊。嗯，好，来，奶奶喂你啊。你不是说奶奶喂你吗？那不吃算了，我不喂了，待会儿不要让。我要别的。不要这样子。不要，我要吃别的。让他自己弄吧，妈妈。那你自己弄，那不要我。不要。怎么是这样子的吗？我想吃豆腐。啊，吃豆腐，你说呀，你就说好了，我吃豆腐。嗯，好。OK， 一直看着妈妈。那其实还是有点小情绪。嗯。奶奶在，她可以这样惯着你；奶奶不在，我没有人惯你的。不行，爸爸要出马了。吃饭饭来了，爱妈了，来，奶奶喜欢你，是爱妈了吗？小明，现在总是无缘无故的闹脾气，无缘无故的，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，阿明？不是听不听话问题，是他不能好好说话。终于还是没有躲到裁判的位置。干嘛呀？怎么你要跟我进行单聊吗？哦，单聊，哎呀，能不能这样子？那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以后还这样吗？熟悉过了没？孩子好听爸爸的话哟。好，奶奶喂吧。再不好好吃，等会就自己吃了。走进来。奶奶爱米米的呀。葛佩瑶，你做饭辛苦了，现在越做越好吃。我说过就好吗？那是应该说的呢，男人吧，总要付出一点了，是吧？哎呦，婆婆在旁边，哎呦，先不心疼他吗？你儿子，儿子们也要做的嘛，儿子媳妇都是一样的呀，你也累得带两个小孩，葛佩瑶们更应该帮助你。更应该承担起这个家庭，男人嘛，父爱如山，很重的。我告诉你，先生，要多做一点。男人们要承担责任，要体谅老婆，爱护孩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家的嗯儿子呢，还要更努力，是吧？更努力，还更努力。我也累的，反过来吧，应该。